快来啊！OK， 再把经典节奏吧，各位。这把他没控制很多，智慧默认优先级非常高，我甚至可以裸智慧默认这一把。全军出击！他们中野双 AP 啊，人头，而且控制特别多，智慧默认很无敌。是吧，我们以主发育的思路去讲，其实上把有点偏抓人，而且抓人我们根本没拿到人头。我不止一次说过，我不怕逆风，我也不怕队友一直送，但是我很怕队友拿人头，因为我会第一我会没有一个关键的经济点，第二的话队友拿人头节奏点不在我身上，而且他们拿人头，他们养的人那个装备有，如果逆天的话我也无法翻，是吧？他一直送我不怕的，他拿人头我是有点怕的。如果你不参与打架，他们一直打架一直换人头的话，你会发现你跟他们对比起来，他们人均两件套，你一个原始人一样一件套都没有。 OK， F6 啊，石头人红还是常规的节奏开野，这个应该没什么争议。他们好像是入侵了我的野怪，入侵到野区不一定，他 F6 至今没刷，寡妇是个非常喜欢刷 F6 的英雄，他没刷这个野怪，我们要去注意一点。这种情况，抓不抓呢？抓，他推不了线，他必须推这个线，但他推不动这个线，所以我们要抓。这种他一定会留在线附近，对吧？这种情况可能要抓的，我们不傻逼，他没闪，有盾，我们在 W 交，哎，把他盾骗出来 ，OK。OK， 留下。说实话，我卡住了啊，但是失误是很常见的事情，人之常情。蜗牛大，慢慢打，慢慢打。三级没抓到人，还好。也没那么伤，这一把我们继续制定计划。我现在要干嘛？把所有区刷完 ，F6 还有二十秒，所以我肯定是刷完蓝直接去 F6。这个河蟹我是先不考虑动的，
因为第一组河蟹其实经验不多，而且刷完了。F6 比较重要，虽然 F6 刷完石头人，我们等级还是差不多。F6 看来你拥有就是前期的优势等级，只要你能保证第二组 F6 不被对面刷掉，你的等级就是优势。这把对面有天使，我们一定要稳，一定要保证自己节奏。这把不想输，因为稍微逆风一点还确实有我处理不了的点，天使的大招会是我无法处理的点，还有他们控制实在太多了。我们要考虑月天使的扎克还是很好配合我们月天使的。若是世界将我的至美无极，这波他怎么说？谁上？OK， 闪现拿出来比较关键，这把可以裸智慧默认的，你要切记。这个线一时半会推不进去，沟通一下。这个线一时半会推不进去，我们刷完这个过去一样的。我们刷完这个过去一样的。在那里浪费时间，还不如过来。越是肯定要越，但是你完全有时间去刷一组野怪，就赶紧刷，把它藏在那里等。这把对面阵容很厉害，说实话。这个嘛，失误不是我的失误啊，我先说。问题大吗？问题不是很大，问题不是很大，小问题，哎，甚至可以说没有问题。OK， 正好小兵扛塔，我们直接靠这个小兵。OK， 这我抓住了。OK， 没问题吧？对吧？结局还是好的，小问题。问题很大，小问题，兄弟，小问题。我们36刀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哪来的问题？根本就没有问题。刷一组回去了，我们有1700。但这把其实可以裸智慧默认，这把应该是裸智慧默认的对决，但我1700就不考虑双反取了呗，1700还是那个厉害点，还是这样厉害点，1400双反取肯定的。他们稳一点啊，稳一点，一般来要控龙，控一只超冲是为了补等级，超冲第一只等级是最高的，问题真不是很大呗。也不知道为什么失误特别多。下路咱们就不考虑，也没龙。我们这一路刷上去的野怪都在，还有超冲，还有对面野区。看这个河蟹要控，第二组河蟹刷刚刚刷新的河蟹。就2000血的河蟹经验就很高了，就是一组额外的蛤蟆，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吃，因为我们刷野速度过快，不完全可以刷得过快，不完全可以刷掉的，也不会掉节奏。别的打野如果刷这个可能就会掉节奏，我们不会。可以抓住中路，给个野吧，这我们直接去吧，不用管，别被他 Q 到了。那个血量不是我们打靶不就很没力的，哎呀，我们你要早点把 R 打出来，不然死了就是我了，知道吧？我要逼他先 R， 这是唯一能赢的路径。这个时候没必要反野，他队友有点多。我们直接去刷只野怪吧，刷个智慧默认出来，2100块钱。这超冲能控一下还是控，寡妇没大的。我前期那个点儿没装备去控三重，第一浪费时间，第二很危险。第一打
打不过人，第二刷不动你，你控一只就够了呀，你只要不让对面控三只就，你控一只就够了呀，你只要不让对面控三只就够，第一只经验是最多的，你后面补的装备再来刷一样的。要不我死了，我给尝试一下，被他 Q 到也没办法，不被他 Q 到进场卡一个 Q， 他这第二这回怪不死我他就死了。这把做智慧默认是没有问题，双反曲加魔抗吧，再转智慧默认吧。然后我从上往下刷，一路刷到底，完全没问题，兄弟。我的野区全部都在，我刷野特别快。你看我野区六组野怪全在，把野怪刷完，红 buff 开，都直接石头人啊。下边还有一组和气，但是为了防止这个和气落入别的手中，我们可能得不能刷这个石头人。所以这和气估计一块一下就好，我刷石头人，和气可能来不及。这个时候我们得放弃那个哈，那个石头人，直接去刷 F6， 然后去控核心，因为他下区也在的，我们可以，我们有优势，我们可以控他下半区。刷完核心之后配合泰坦，直接去拿他下半区。我们上半区，我们下半区在。没必要老是奔着六虫，那东西不属于你。我控那三只虫子，我没装备控第一慢。我会死的，我打不过别人，我在那里耽误那么久时间，万一别人来了我又出不去，我又没有越墙。快来啊，OK， 这是一波典型的配合队友，我觉得大不了。OK， 好好好，有勾吗？我要勾出来。有点糖，但不多。问题不大啊，回去做智慧默认了，各位，钱很多。舞台很大，这波要晕住他，晕不晕？晕不晕？不晕走了。他掉闪没用，杀不了我。反我也很麻烦，他反不了。我刷我的蛤蟆，不管他。我没刷，他没看到我没刷来，他就觉得我走了。这有个草，他没眼，他是远程，他过不了，他打不到我。我将不断锁住。把魔神拉出，这波我只能用这个了，撑住。他有储蓄，我长卡两下，我这好像要嘎。自由默认还行，然后这把我想想，这位默认盾弓吧，盾弓没问题，盾弓是血量可以防爆发，他们爆发很高。能打死，但是我不能扛塔，我 W 之后应该往后拉泰坦扛塔，这样我不会有危险，而且胜算很大。云主杀泰坦勾出来不就能打了？你要考虑的事情很多，你不能光看那个呀。哦，算了，你呀，那没事，我跟你解释个蛋，黑子。左鹏在长剑有一层多面手，对佛爷来说暴击收益还蛮高的。我以前也爱做875，现在我有两个格子做这个，我觉得挺厉害的。
只能说还行吧，其实问题不大的。根本就没有问题，哪来的问题？我不明白。这把估计输了。接下来我要快速发育经济。我们的上单为什么要做这个？我也理解不了为什么还要做这个。红 buff， 然后寡妇应该是下的，把它刷掉。哪有巨额经济，肯定是中路。那我对面中单肯定要支援下路。到我们的回合了，把他残骸给拆掉了。掉了很多血，不过问题不是很大，该拆还得拆，这可以升级的，还有孔明。2050做盾弓，看看这边有没有野怪，有个蓝还行，寡妇是没大的，我这个血量没什么问题。回家吧，算了，没必要。回家做盾弓刷野。我很现在很无敌了吧？他应该做他做日炎的目的应该只是为了那个深渊吧。我现在已经够无敌了，我顶配的。这波先把塔开了。收住他，歪了无所谓 ，W 收住他，没减速到无所谓，直接 R 吧 ，W A Q A， 那 R 再变，反正 W 一 Q A R 这个 Q A 住他，其实蛮正常的，本身也不是什么，这理论来说一局都不可能输。上马其实挺意外的，确实有种东西叫做思路对冲，打野东西不就玩思路。上一把那个瞎子，就你们前期看我分析的头头有道，因为我都是按道理去分析。那个瞎子他有点一言难尽，有点呆，导致我想拿的东西什么都没拿到。对，第一个是恐惧，第一个技能一定是恐惧。失落多年的一顶王冠，从他唯一的挚爱身上剥夺，在于死地中重生。山亚斯给我偷了 R， 山亚斯会让我变成完全体，我没 R， 他给偷 R。他买凡人甲又是我不能理解的。
装备足以支撑我们完成任何一个举动。这不要我，好吧，没有伤。啊，这，哎，那不用了，兄弟。先放个野变，然后大，能对他，能对他 ，EA。哎，好，开始了，没问题。装备战斗力很强，因为对面很怕我的装备，进去我没什么威胁，我出什么技都不会对我威胁太大，我只要防其他就行。我想跟那个扎克沟通一下，他出反甲了，为什么不做深渊面具？然后对面没有回复我，兄弟。对面好像没回复。送情况买无尽吧，我们钱多，再买个暴击。OK， 打大龙一波结束。这把教学意义没有特别高的，我们赶紧打完大龙一波了。赶紧打完大龙一波了。哦，我们有个 CS， 嗯，点比较简单的一把，没点订阅兄弟可以点个订阅，没开粉丝麦可以开个粉丝麦，主播。从25号之后是直播时间会固定10点准时开播，播一般会播很久，下播的话就会放录播。然后，没点订阅可以点订阅，没看粉丝牌看粉丝牌，可以加一下主播的微信，我可以拉你进群。然后你需要陪伴带练的话，可以加左上角的十元战神的话，可以加左上角的十元战神，低端、中端、高端，啊，陪伴带练啊，灵活比别人都可以加。